反正啊，如果这种议题啊，如果摆出来啊，我个人呐、啊、一票啊，我是反对的嘛。你这屁眼人嘛，我就说你是屁眼人嘛。那其他人同意的，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美国不是某些州婚姻合法了，你如果想往那个方向努力，你弄看看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台湾弄不成，你移民美国嘛，对不对？你弄得成就弄得成嘛，反正我这一票是否定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对不对？